憾，但是让我们收拾心情，因为下一个人被称之为男生女生向前冲全国总决赛第二季的夺冠大热门。我想问一下乐乐，据你所知，有多少人是朝着他来的？基本上除了他自己以外，都是朝着他来的。天哪！所以我们看看他今天究竟能不能够问鼎总冠军。欢迎陈岩。剑绝浮云际，宫关明月归，一路金戈铁马，气宇轩昂，纪录保持者陈岩决战之际定将一飞冲天。还有什么话想在出发前跟我们分享的？今天我能再次站在总决赛这个决赛的舞台上，心中没有别的，只有感恩。感恩，真的感谢节目组再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其实陈岩，我真的觉得他是对亚洲一号有一种情怀的，你知道吗？他因为他是安徽赛区的选手，在安徽赛区比赛失利之后，自己坐火车从安徽坐到青海，在青海海选都没有过，然后这一次来到我们的海南。其实按道理说他今年可能是没有这个资格来到海南的，但是他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且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惊喜，让我想起了去年的黄桂龙大哥。四年的时间，四年终究磨成一剑。陈岩，让我们看你的。放松心情啊，陈岩。没事，不着急，你告诉我你好了，我再发口令啊，你准备一下。加油、OK、加油。好，选九男生女生向前冲全国总决赛王者之战，陈岩请听口令。 3, 2, 1 GO。 来了，漂亮，陈岩加油。来了，这就是陈岩的速度。好的，漂亮，陈岩跟上节奏。这个时候相信马荣斌一定会非常紧张。13秒钟第四关。哇哇，太快了吧，非常的快，他一个失误都没有。27秒，30。陈岩，小心点，小心点。看好时机。陈岩，这个没有。36秒，36秒钟。39、40、41、40。他要飞了。比赛要结束了，快来来来，比赛结束。天哪！49秒04，49秒04。这一年对于你来说过得跌宕起伏，过得风起云涌，为什么要这么执着一直在追着向前冲，无论是海南还是青海还是安徽？因为向前冲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汗水，我的热情都在这里，还有节目组这些可爱的人一直陪伴着我成长，我就感恩。我们要谢谢你才是。感谢你陈岩，感谢你这么多年不放弃，感谢你终于造就了今天的自己。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说一句，比赛还没有结束，后面的兄弟们看到了吗？这就是疯狂的力量，你们也必须抛却所有的顾虑，疯狂起来。这个时刻毫无疑问属于陈岩的，带着自己49秒04的成绩登上属于第一名的王者宝座。恭喜。恭喜陈岩用时49秒04王者宝座，头发交易现在属于你。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喝红牛畅享胜利时刻。本环节由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独家呈现。